歡迎大家收睇。賽前嘅準備功夫咧就做得差唔多噶啦，天色咧就非常之好啊，萬里無雲，令到大家咧就加倍期待呢一場波嘅來臨。喺啲咁嘅好天氣之下睇波，本身都係一件樂事啦。奧脫福球場今日又係一片紅海，但而家呢個球場啊可以容納75,000人噶，係英國最大嘅球會球場嚟。曼聯對亞積士，域陀連迪路夫，波基斯費南迪斯，哈利馬古尼，索爾賴舒福格，波基斯費南迪斯，麥湯米尼，個波就過咗邊線。身形佔優啊！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！亞積士攞到個罰球啦！他們要多些人在入面等才行。杜森泰迪治，泰迪治，杜森泰迪治，兩隊要爭這球波了。索爾，波基斯費南迪斯，费特洛迪古斯，这个直线靓啊，踢得好，费特洛迪古斯拿到球，波基斯费南迪斯，域陀连迪路夫，我拜拉舒福特脚下，拉舒福特整脚直线，拉舒福特個波咧，而家喺波基呢球點啊？龍門擋得好啊！哎，龍門好嘢啊！波基斯費南迪斯都要讚下呢個撲救啦！試下壓埋去啦，傳去外側追唔到，出咗底線龍門球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波基斯費南迪斯位置感一流，擋住呢一球波啦，個波甩咗出嚟。有機會入波，泰迪治嘗試追翻個波翻嚟，傳咗入中路啦，清走個波，
後防踢得好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轉身起腳射門啊！哇，想隔眼過人，唉，拖得太慢啦，好似阿媽話齋，攤凍曬先食，冇益啊！李晨隔連換，將個波分去邊啊？麥托米尼拉弓，哇，救得好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彈嗰只啊！波基斯費南迪斯逼到龍門，真係要使出真功夫啊！頂埋去，傳埋去中路，解咗圍先啦，喂！曼聯又立翻個波啦，費特洛迪古斯，波基斯費南迪斯，拉舒福特就攞到波啦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傳個波入嚟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泰迪治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麥湯米尼、哈利馬古尼個企位企得好啊！波基斯費南迪斯、盧申泰迪治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龍門嘅蘇爾。拉舒福特，向右翼傳出，嚟啦，望喺入面，埋去射佢，直接長傳，有機會突破，美神隔連換，傳去另一邊。波基斯费南迪斯掂唔掂咧？波基斯费南迪斯呢、這个射门咧就够晒力噶啦，不过系冇准。球正结束上半场啦，机会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大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好，头45分钟就踢完啦。哇，你睇上半场咧，两队嘅射门次数就知道呢场波有几激烈啦。不过我哋都唔可以话咧，佢哋射得差嘅，只能够赞个龙门打得好。场波冇乜进展噃，比数都仲系0-0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啦。上半场两队都冇波入，下半场俾啲刺激嚟睇下得唔得啊？错啊，传得。看到後備席有所動作，怕且都要換人啦。他們換了個飛毛腿，看來可以有些貢獻。起腳，後援和球迷都很開心。下半場的節奏很快。呢球波又系教材嚟嘅，控得靓，射得妙。領先1-0啊！啊，唔知教練喺半場同啲球員講咗啲咩啦？睇嚟都幾有效啊！費特洛迪古斯、波基斯費南迪斯分去右翼度，
个波嚟到波基斯费南迪斯嘅脚下啦。费特洛迪古斯个波系拉舒福特脚下，拉舒福特整脚直线一脚地波送入去。踢埋上去，试下呃埋去啦，揾到空位啦，睇下有冇机会先。个波传后场顶埋去，嚟啦！领先两球都几难俾人追到啦。哇！插水飞埋去顶，完全唔惊喎，真系。啊！佢又够胆喎，咁样飞身埋去顶，随时撞死噶嘛。曼联而家有后备球员入体，卡云尼入嚟之后应该多啲睇头啦，因为佢跑得好快嘅。亚即时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传个波入嚟，接咗啲球波啦。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老身太迪智，完全怕同人碰撞嘅。泰迪智呢个直线靓啊！苏尔拉舒福特，苏尔拉舒福特，苏尔麦汤米尼，麦汤米尼将个波送去侧翼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呢下出矛招俾人捉到啦。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史基伦堡向前长传，马达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马达、麦汤米尼、哈利马古尼、苏尔、赖舒福特，呢个直线靓啊！踢个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大脚解围，个波去到桑马达嗰度。蘇爾，哇！簡直就冚頭埋牆一樣啊！個波傳向左翼，泰迪智為腳直線穿咗過去，係咪要起腳呢？呢個入球冇得彈啊！佢呢球波一流啊！
領先三球啦，點睇都冇得追啊！好完美嘅技巧啊！嗱，龍門就估佢一係射波，一係就俾人噶，哈！估唔到嘅咧，就將個波甩過咗佢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真係冇人 mark 到佢咁啊！每次攞到個波咧，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嘅。即时遥遥领先三球，索尔试下转方向啦。域陀连迪路夫，而家就等紧换人。啊，呢个决定咧又唔错喎，喺冇咩压力嘅情况之下咧，俾啲年轻球员上阵，可以累积下啲比赛经验。交咗俾佢啦，呢个睇嚟就犯规啦，球证官罚球。个波传向左翼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出界啊！域陀连迪路夫，索尔。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，呢下睇嚟似犯規係啦，冇錯啦，直接吹雞啦，呢度要俾牌啦。达利亚费高，杜森泰迪治，马达犯咗规咯，泰迪治整脚直线，身位舒善啦，马达相当之稳健啊，咁啊两边都唔执输，直接长传，试下扼埋去啦。向住側翼，今次得唔得啊？踢咗出嚟啦！波基斯費南迪斯踢埋上去，呢個波點追啊？毫無疑問啦，一定犯規，下次都係警告下啫，係啦，冇錯啦。球波直球直接飞去个龙门只手度嘅，完场嘅鸡声响起啦！曼联可以话系完全冇招架之力啊！咁佢哋各方面都输俾人，输得都几肉酸下。杰明，俾翻两句评语啊！咁样输法咧，当然佢哋自己都好难受噶啦。但系你都冇咩板斧攻门嘅，咁点有得赢先得噶？咁下场一定要改善啦！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。多谢晒 Keyma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哇，咁快完噶啦咩？